要不这样嘛，我们两个合股嘛，要不我要好不好？对，要么合股嘛，两个合股嘛，行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开涨的料子，废卡小王子亲自开的小废卡啊、哦，大废卡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料子，这个料子呢是一个红蜡皮的废卡料，大面积开窗啊，那我们先自然光看一下。我们自然观看它的肉质啊，它这个胶感呢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废卡这个敞口嘛，它肉质本来就细啊。然后呢是一个大面积开窗，我们注意来看一下，那、这一面已经基本上是全部已经开了啊，而且还有这一面。那这个料子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它这个飘花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飘花是飘的活的，而且它这个飘花飘的非常的浓艳，看到没有？肉质呢都是非常的细啊，而且我们也知道废卡这个敞口起货效果好，翻种水色啊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这个发啊，它飘的非常的有感觉，它是这样飘的，它是有形状的，知道吗？那这个料子切进去啊，这个发有形状，那它做东西啊、意境啊各方面又非常的好，知道吧？来看一下，都是活的啊，种水色都有，底色也有，有点偏淡淡的蓝底。然后呢又带飘花啊，这个料子又有手镯味，知道吗？这个料子是绝对的开大涨的，从开窗来讲啊是大涨的。那今天为什么会给大家看这个料子啊？因为开完窗之后呢，我一个同行啊跟我视频看了这块料子，这块料子呢他也预定了，那我们一起在这里等一下他，好吧？好，你来看一下这个料子，看一下对不对啊？我视频都已经看好，但是我自己来看一下。没事，你看一下是这样的吧？这个发飘的是这个啊。哦。没事，你自己看一下 啊。然后还有这一面啊，你看清楚啊。哎。然后你皮壳各方面都看清楚，好吧？因为这个东西讲究的前后两清，好不好？然后你自己看清楚。哎，你老朋友了，还要看什么看嘛？没问题是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价格就是我们上次谈的那个价格。价格是定好了的嘛？定好了。那你是转账给我还是现金？转账给你嘛。转账。转账的话就转之前的账号就好。账号，就想账号。你看他那个料子是什么料子？这个是我刚收下来的。你刚收下来。我带过来给你，你伸展一下嘛，好不好？黑皮，看一下。黑皮料子吧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里有托。我看一下先，行，你看吧。有飘发啊，这料子有飘发的。它这个不是像我们之前看的那种磨弯机，压灯有绿，然后泛青玩油青的啊，不是的。这料子我们过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底色，看到没？它是一种底色，它不是那种绿中泛青、青中泛蓝去玩油青的。这料子它很明显是玩青底色的，看到没？是玩磨弯机的种水料啊。这一面它都是蜡壳形成的一种脱落种脑啊，有飘发，但它这种飘发跟我那个废卡飘发是不一样的，它这种是飘的那种，就是一点一点的，看到没有？我那是飘的一条一条的，所以还是有区别啊。种水好啊，这个料子。对，这个种表现皮壳也是非常的 OK， 全身油性也是非常的足啊。我去了，看一下这边油性非常满啊。对哦，这边也有托，基本捞到起油了，皮壳捞的，好料子啊，这料子可以的，挺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水果味也足，杠味也足啊，对，皮壳也了，油性也了，好料子、啊，这料子还可以，对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嘛？可以啊，这料子挺好的呀，感不感兴趣嘛？感不感兴趣？是这样的，好是挺好的啊，我知道东西是好东西，对，但是你这个黑皮料子 啊我这边玩的比较少，我玩的黑皮呢基本上都是开窗的色料比较多，色料多，对，因为黑皮料子我为什么玩的少呢？实话实说 啊因为黑皮料子它的弹性是很大的，对，磨完就是这样的，对 啊它弹性大的，所以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嘛？这个、反正我们老朋友了是吧，老实话给你送嘛，好吧？这个我收下来是16万，16万，对，差不多啊。反正这料子肯定是要过六的，因为表现确实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种料子呢，我确实不玩啊。不玩吗？对，料子是好料子，因为这个弹性太大了，我不怎么碰。如果你玩的话，就我给你底价卖给你嘛，你代购费转一点点就行了，啊、是吧？不是价格问题而已，我俩关系、对不对？不谈这点钱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主要是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讲，
确实我不玩这种，你知道吧？我也知道这个料子呢，从品相上来讲啊，种水各方面应该是 OK 的。嗯。但是磨完鸡呢，我一直都很少碰全肚的。哦。知道吧？它不像费卡啊、后江啊那些，知道吧？要不这样嘛，我们两个合股嘛，要不？我呀。好不好？对。要么合股嘛，两个合股嘛，行吧？像这种滴滴摸摸的啊。啊小六的料子，我说实话，每人几万块钱，合起来也没意思啊。你要说你有上百万的色料，你要说找我合，我肯定给你合了。你像这种料子，自己把它拿去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也行吧，那也行吧。嗯、要不我自己来赌吧。对，你是自己开。如果说你开的好的情况下、嗯、啊，你到时候再拿过来，我们再谈，我们多赚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哦、但你现在你说这种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好的东西的话就给你。说我这样也不好嘛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嗯、我跟你讲，你这料子开窗开这里，玩也可以，不玩也可以。啊，你这个料子开这里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里我刚看了一下，一点碎裂都没有。那、啊、而且它这个有点点的这种碎发，嗯、你这样开。这样开下来，也开下来是吧？对你从这个位置这样开下来，开了之后，如果说情况好，嗯、再开这一面，哦，知道吗？嗯、或者说侧一面，你不要说随便开，这随便开也不好的。我感觉啊，就是说我个人意见。你怎么看看你自己？我带过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跟你讲开这一面呢？因为这一面呢，皮壳啊，皮壳比刚刚那一面要差一点，嗯、知道吧、嗯？所以我感觉开这一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行吧。只要你开出来啊，品质各方面 OK 的情况下，那确实跟我们的预期差不多。啊、到时候我们再谈价格吧，好吧？你到时候开没关系，开算好了再谈是吧？对。行，这种磨完机的、嗯，说实话，弹性太大了，真的。弹性，我因为带过来的目的也是，我先给你看一下你的，我知道，你的看料子的，嗯，也很不错，所以说我是来聊一下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好，反正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好吧 ，OK， 没问题了，开大展了我们再谈，好吧？我自己改，到时候你也能赚钱，行吧 ？OK， 嗯，那料子你带走吧，那这个料子我帮你搬一下，啊，没事，可以啊，嗯，走，要我这个发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没事，那个讲好的发给你吧，好的，行吧？好，来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先记录到这里啊，我帮他送一下，好吧？那有喜欢刀哥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